最容易动怒的人是 O 型急性子，一点小事就能惹火他，性格中有好斗的一面，会以我想发泄一下为理由大发雷霆。二 B 型看上去脾气很好，其实性情很直接，被愤怒冲昏头脑时，平日的理性立即消失不见，周围人通常不明白他为何发火。三 AB 型一冷静著称 AB 型的人基本上不会生气，可一旦偶尔发起脾气来将十分恐怖，由于他们会控制情绪，一般怒火很快会平息。四 A 型善于忍耐的 A 型往往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爆发，所以一旦生气后果往往不堪设想。最不会察言观色的人是 B 型， B 型人活得自在，我行我素，周围怎样都与自己无关，想说的话随口而出，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。二 O 型当 O 型的人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时，就会忘记还要顾及周围的事情。三 A 型最在乎他人对自己看法， A 型绝不能忍受来自对方的批评，所以他们会拼命洞察周围的情况，避免出错。四 AB 型思维敏锐，具有瞬间分析和适应环境的才能，能迅速的了解周围的情景并做出得体的应对，能大胆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是 EO 型，有了不一样的意见时，他们基本上不会保持沉默，不管多么无聊的建议，不管对方地位多高，他们也会直言不讳。二 B 型他们并不在意别人怎么想，所以对任何人他们都能坦率地表达，但是 B 型人不善于在很多人面前阐述观点。三 F 型最在乎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在直白自己的意见之前往往会考虑一下，如果我说了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四 A 型谨慎小心做事多虑的 A 型人，即使有很多想法也无法将其顺利表达出来，因为他们怕被人反对。喜欢存钱的人是 A 型， A 型人的口袋如果没有钱就会感到不安，哪怕是很少的积蓄如果能存起来也是令人开心的事情。二 O 型对存取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也不是十分积极，但如果他们有想要购买的东西，有了动力就会为实现目标而存取。三 AB 型虽然他们很想存取，但同时也喜欢花钱的毛病，如果不利于买保险投资债券等无法随时取现的形式，恐怕很难存得下来。四 B 型他们认为不存钱人生也不会有多大障碍，而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拼命积蓄，容易乱花钱的人是要 B 型。 B 型人是标准的浪费专家，不考虑将来，只认定自己现在想要的，导致经常性冲动购物。二 O 型具有领导天分，致使请客次数过多，总是第一个冲到款台结账的话，有再多钱也不够花。三 AB 型难以抵抗精神压力的 AB 型，比起食欲来说更希望先满足物欲，所以常爱购物。四 A 型稳重节约型的性格，基本不会乱花钱，如果某天因为冲动购买了不该买的东西，哪怕钱再少他们也会深深的后悔。喜欢花钱买名牌的人是 AB 型，注重外表胜于生命，如果资金上允许的话，他们甚至希望从头到脚被奢侈品武装起来。二 A 型并不讨厌名牌，希望突出气质，不过他们严格把握自己的经济状态，不会购买超出预算的物品。三 O 型 O 型人喜欢显摆自己，所以名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也未尝不可，不过买自己欣赏的牌子就可以了，不一定每家都要逛。四 B 型 B 型人并不是不喜欢名牌，只不过没有丝毫沉溺其中的征兆而已，穿不穿名牌全看自己的心情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。准不准大家娱乐一下吧，你什么血型准吗？快留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哎呦。